Hello， 大家好，进来刮这一张，金好中刮刮乐，每张售价新台币200元，还有50个头奖，55万元的奖项哦，总奖率约50%呢，哇，就是两张中一张啊，中奖率很高的刮刮乐，有4种游戏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先来开刮吧，那上来开刮啊，先来看一下尾数好了，这次的尾数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尾数是23号，号码是001。1-61-023-001-61-023，希望尾数21号了可以中大奖，来，马上来开瓜，先来瓜这个，金色的粽子，瓜出3个相同金额即得该奖金，3个相同金额就有奖金了，哦，10000，哦，有没有可能中10000？10000，2个10000，3个10000，1000，有没有可能还没刮刮的还没中过10000呢？那个10000好不好？这个是。5万5，1万，又一个万五，不然再给再1万，啊，1000呐、啊，1万，1000，55万，没有5万5，啊，没关系，接下来看这个好了，刮出3个中，这个即得该奖金，3个中。哎，他有奖金吧？奖金是1000元，我们可能中3个中啊，一个，再一个，哇，中发中差一个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接下来看这个好了，幸运符号跟您的符号的游戏，任意跟您的符号对中幸运符号即得该符号对应的奖金，来，幸运符号。请报这个，来看看您的符号没有？哎，这不一样，一个是飞鸽，这是旗帜。然后嘞，这边没有吗？您的符号，来吧，不是说50%的中奖率，不是说有50%的中奖率。怎么没有？50%还中奖率呢？不是50%吗？看起来是没有，对不对？没有一样的啊，没有一样的。哇，看起来这张乌龟了吗？剩最后一个机会了，刮出一个金额即得该奖金。这边来，先来看一下好了，有没有可能机会中奖？先最后再看，先来看一下好了。哎，最近好像都一只乌龟，为什么啊？这次应该有机会看 AIV。IV， 所以有可能是，有可能这也是500块哦，对不对 ？FIV 就是500了。如果不是 F 的话，没有其他字嘛，对不对？没有其他代码。好，来看一看，这个是 F。如果是有 F 的话，就中奖赚钱了。如果不是 F， 那就是零了，就是公益了。来，刮出一个金额，记得该奖金来给。啊，怎么一刮就刮到零了啦？不是号称是50%的中奖率？哎，可是这里没有英文代码、啊。用代码在哪里？不是应该还有个啊，挖出来了，在这里 W 啊，就是 WIV 啊，又乌龟了，想不到连50%中奖率的金好中都乌龟了啦，真是的，最近的手气真的是金好中要变成金难中了啦，真是的，金难中刮刮乐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就当做做公益咯，好。就来做个总结吧，这张售价新台币200元的金好中刮刮乐尾数23号，宣告杠估，做200块的公益，谢谢大家观赏，再见喽，拜拜。